嗨，晚上好。调个，我其实觉得我今天有点难看，就是。因为我今天造型都没来得及做，就上台，就蛮倒霉的。我是难，就是难得跟车洗澡去，谢谢光仔送的气球小熊，就是难得早去了一回，结果我是最后一个做发型。然后我的头就很贴，因为我平时会垫头发嘛，然后今天就贴在头上。做造型当然要排队了，但是我排了，但是我一直去排练去了，就人家造型姐找不到我人，完了之后我最后一个做造型嘛，本来是来得及，但是不小心就是找了一个新来的姐姐，然后她做的很慢。然后就没来，就差点来不及。对啊，我在宿舍。噔噔，晚上好。吃的放冰箱了吗？什么吃的？什么吃的？啊，丢丢在吃饭。好厉害啊！我没有看到哎。跳绳，因为我以前跳绳的时候，拿过 A 啦。但是我今天本来想说话的，但是没有给我开麦。谢谢本云本允送的夜蝶，谢谢。就很无语，我以后打算，带麦的 MC 都直接拿手麦得了。就是已经好多次了，我本来声音就很蛮小的，完了之后呢，他也蛮喜欢把我就是麦开小的，就是，对，手麦声音会大一点。完了，我想说话的时候呢。大家都听不到我在说话，那我就今天我就干脆就不想说了，当一个哑巴了。对啊，所以我以后去拿手麦得了，因为很多次。对啊，谢谢小颗粒。不知道你，我吃饭了。哎，我没吃，不好意思，没吃。你点了吗？等一下。现在还好，因为我上车的时候吃了一点东西，点了一个外卖。对，林书欣又扣我鞋了，然后我就把他推倒，推倒在地，他本来就在地上。我不困啊。我不知道什么口红，不是我自己的。而且我今天觉得我自己文，不是文章，那个什么，蹦蹦蹦，哎呦，有点丑。丢丢干嘛？吃撑了，匍匐前进。谢谢 AFK 送的夜蝶，谢谢。
他不是，他不能不爬了。他刚这样子怎么办？丢丢。丢丢今天回来也没有忘记咬我，蛮挺好。丢丢。丢丢。啊，丢丢，丢丢长大了，我觉得他要比前期上次看着大了。是吧？嗯，确实。吃什么呢？为了猪饲料。可能养了个猪。谢谢一元棒。我第一条朋友圈，我第一条朋友圈没什么好看的。我第一条朋友圈发的是我奶奶，我直接可以告诉你们，发的是我奶奶生日的照片。哦，不对，不是奶奶，是爷爷，说错了。爷哭了。就我爷爷80岁生日的照片。点哪家？你不是刚刚说有一家特别好吃的？是，不是烧烤那家？这个，就点这个。我记得还有一家之前我们点过，你觉得很好吃。你嘴上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发白，刷牙没有刷干净。吃面包屑。谢谢一元棒。对，为什么他们说不能说？就是我其实也挺好奇为什么说不能说。要不还吃这个吧？你吃过这家吗？吃过吧，但是忘记什么味道。我也忘，就是我说，因为我当时我吃米是，就是我当时很着急，我就想完了，我最近没发什么朋友圈，而且我的朋友圈是仅限3天可见。我觉得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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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偷偷下去写了一，就是偷偷下去赶紧，因为我觉得我肯定要输了。谢谢巧克力。然后我就提前下去，正好我的麦也掉了嘛，我提前下去写了一个 MC， 我说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怎么写怎么写怎么写。然后后来他们就说，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然后那个我们控台姐姐就那个下面的姐姐一直在跟我纠结说，你到底有没有换 MC？ 我说你快点帮我想想该发什么朋友圈。然后他就说什么？所以你到底有没有换 MC？ 绝了！我觉得我在跟他跨，就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对，我们对跨服讲话，就是。我们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面。对，然后后来我就先发了一条，我就想实在不行，大家就是大家没办法帮我的话，我就随便写一条吧。我说就是表示我当时的心情嘛，就是我说我吃屎了。这 MC 不能说嘛，其实我也觉得挺可能确实不能说吧，就我的心情非常的。谢谢巧克力，谢谢本云本雨送的夜蝶，谢谢。原来是不能说的呀，好吧，那刚把我刚刚的话逼掉。逼。哇。很臭吗？别给我，别给我，就明天不行。他放屁了。好香，好香，好香。哇，丢丢会放屁，你闻一下。哇，好臭。哇，好臭！假装闻到了，好臭、啊！其实我屏住了呼吸。哎呀，马上丢丢又掉粉了，丢丢又掉粉了。太臭了，宝宝！怎么会放屁啊？你看，都有人说住坑了。有猫咪有。哎呀，好委屈哦，好委屈哦！啊、好可爱、啊。哎呀，把它抱过来。看，这不是一张脸，还忍心出坑吗？哎呦，好委屈哦！我们丢丢不臭啊，好香的，好香的，不臭啊，不臭。哎、你给它搓住屁股。哦，我的手在这撑着呢。主要是就刚那个角度比较可爱。妈呀，你看，哎呦，小东西，哎呦，哦，不哭。哎呦，我们丢丢流泪了，哎呦，哦，不看，还回踩。不看哦，听不懂，我们听不懂这种叫什么？饭圈语言。我们啾啾的看不懂。我们啾啾的头是香的。现在也香啊。你闻他屁股。我不想闻屁股。
没事，我去闻他屁股干什么？哎，又有点丑。你都要吃东西了，你还吃这个？尝两口。对啊，猫咪当然会放屁的，它也是动物。我不想闻。你想吃吗？这也不给你吃。就是怎么讲呢？过两天我们丢丢就好了。看金曲了吗？还没有。他这个月就能洗澡了，等打完针，他没洗呢。其实他洗不洗也没什么区别，最多就香一点吧。21号不换不跳，谢谢垃圾猫送的权杖，谢谢你，谢谢。就是今天呢，你们觉得今天的蹦蹦蹦渴吗？因为我们没怎么改，讲实话，因为这个歌真的太难改了，你必须得传炸弹，知道吧？就是你太局限了。遗憾没有穿裙子，因为他们想穿裙子，如果我穿裙子的话就没有裙子了，好像那四件两条裤子一件两条裙子吧。啊，水手服这首歌咱就不提了。对，这件衣服确实保存的挺好的。我不想吃，我吃这嗓子会不舒服。拜托你个事，拜托你个事。啊？拿冰从冰箱里拿个水给我。什么水？就这种水，就是我昨天买的，前天买。这种水给你吃。就这种包装的水。什么声音、啊？这种水。对对对，美杜莎，美杜莎，我记得。有病，赶紧去治，好吧。我先找一点打火。快快快！哎，真的。错过了一个礼物。哎呀！谢谢数字姐姐送的皇冠，谢谢你，谢谢。走了。对，我当时屁股真的很痛哎。有人跟我的都没有人，当时都没有人跟我道歉，虽然说也不是大家的错。第一次被冰块给冻坏了，哎，真好喝。这个好喝，这个真很好喝，因为我喜欢吃葡萄。葡萄什么，反正就是水果和葡萄的菜也的果的汁，它叫野菜生活，因为也不能叫它果汁对吧，也不能叫它菜汁，那只能叫它汁。我觉得蛮好喝的。哦，果蔬汁 ，OK OK， 好的。看我干嘛？看我干嘛？丢丢，丢丢在看我，但是我不想拍你们看，因为有点丑。
丢丢，算了，别看我，玩。不丑不丑不丑，只是他现在眼睛虚里吧唧的，就这样。就这样，被我吓一跳。你们胆子很小哎，有朋友们，跟我一起练练胆好吗？谢谢一元宝。所以说你们的声音是开有多响？谢谢一元宝，谢谢本云送的权杖，谢谢你，谢谢，谢谢，怎么？哎，你是想所有的队都送一遍是吧？就一元宝，谢谢，谢谢巧克力，谢谢 H2 的一元宝，谢谢，我还被丢丢吓过，被丢丢吓不是很正常的吗？猫本来就有点吓人兮兮的。十分感谢啊，感谢这位老铁，感谢这位朋友。拜年手势，谢谢我最喜欢吃凉拌折耳根吗？送的权杖，谢谢你，谢谢。虽然我特别讨厌吃这个东西。折耳根，你为什么会觉得好吃呢？我真觉得很腥很腥，腥的要跟我腥去世的那种，真的超腥！哎呦，给我腥，就是这个味道，我已经3年没有碰过这个东西了，我真的还是能给我送走。像我们队小四特别爱吃，哇塞，他真的好爱吃。我有一次经过，就是叫什么，他在那吃，我就离得很远。我就在门口化妆，谢谢一元宝。怎么这么爱吃这个东西？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大家看到榴莲一样，虽然我觉得榴莲真的很香啊，但是有些人觉得榴莲是臭的，就是我不能理解。然后像那个有的人就觉得折耳根很香，我是不行。我觉得这个折耳根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就是再吃的东西，真的。像那个什么，还有一样东西是我特别讨厌的。说实话，我现在洋葱都能接受，也不是，虽然我还是不能接受啊，但是呢，有时候没办法，偶尔吃到一个也没办法把它吐出来，就是能下咽进去。谢谢一元宝。但是葱我是真的不行，我吃到那个葱白，哎呦，能给我送走。香菜很好吃，谢谢芋圆宝。葱叶的话，有些时候葱叶没什么味道就还好，就没什么感觉。但是葱白真的是，再见。香菜我酸奶没喝过，好魔幻。葱姜蒜都不行啊，我除了葱姜跟蒜我都可以，蒜很好吃啊，姜也很好吃，蒜一般吧，蒜我是觉得它有股味道，但是我可以吃，姜真的好好吃，嫩姜超好吃，我不管是嫩姜老姜什么姜我都爱吃，谢谢石美丽送的权杖，谢谢你，谢谢，因为我外婆以前经常会。给我搞一个，就是那个姜，就是把那个最嫩的姜切下来，切片，然后呢，倒上酱油和白糖。哎，是酱油还是白糖？反正就是酱油、白糖、醋，酱油会少放一点，醋会放的比较多，然后再放白糖，太绝了。我小时候会偷偷的去吃，就是我们家会拿这个东西过粥吃，就跟粥一起吃，就很有味道。然后吃起来嘴巴辣辣的，就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甜，就是对，我喜欢吃甜的东西，我觉得我真的应该控糖了，我太爱喝吃甜的，我有时候就是别人说啊你怎么那么爱吃甜食，我觉得我说我还好吧，但是我发现我比丢丢好丑，就是比如说我吃了个饭或者是喝了个奶茶，喝奶茶呀喝什么，他们喝我的都会觉得要甜齁了，我就觉得还好。丢丢。丢丢丢丢丢丢，哦，好想带你。他刚嘴角抽搐。别这样，别这样，Money 就是因为被老是被我叫丑钱，丑钱，完了之后大家都开始叫他丑钱了。我们丢丢很漂亮，我们丢丢是小公主，只是不上镜而已。对，我们丢丢是美女，小美女耶，因为她还没成年，不能直接叫她美女。对啊，对啊，对啊，我们丢丢是母的呀，我们丢丢不是公猫。其实它看着是不是挺公的？我当时刚就是刚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它挺公的。啊，没有吗？我觉得它还挺像个男生的。啊，难道一看就是女孩子吗？公猫的公。不是那种公，你谢谢姻缘宝，我没有被钓啊，就我小时候也就是也被问过这样子的问题，那时候我一点我现在也 我不懂，听不懂，看不懂。我瞎了，对，我以前说过，但是现在说的话就显得我这个人有点就是就那个了。我没说我是瘦，哎，我忘了顺序了，反正就是一个攻一个受，我忘记我写什么忘。啊，反正我瞎写的啦，OK，朋友们，啊，那个。想换个话题，但找了半天东西，没有一个什么是可以让我拿出来说的。黑丢不行不行不行！今天我想起来，今天我妈跟我说，Money 给我发了个视频，她说听了半天不知道谁在打呼噜，一往下一看，有一个猫在下面睡死过去了。真的，我 Money 不知道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打鼾鼾了，就是一直打呼噜，没有转移话题啊，我只是忘了刚刚在说什么。我真的我从来不会刻意的转移话题，真的真的，只是我刚刚说什么我也忘记了，我昨天尝试拍了个抖音，后来我发现真的是不行，就是不太好拍。我就在跟你们直播之前，我还跟我爸妈打了个电话，我爸就是跟我说，
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说话，我给你讲一讲，你听我的，你听爸爸的。然后把我整个就是什么，你不要你不要怯场啊，然后你要学会控场，控场怎么怎么怎么样，你要就是你要学会怎么怎么怎么。我说这些我都知道。然后他说然后没有听进话，我的话完全没有听进去，你什么巴拉巴拉就是跟我说了一大堆。我就说我现在就是我都明白然后完了之后我妈要跟我说话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妈意思就是没有在听我说话，我就是想要说一句话很难。然后我爸说哎让他说就我爸就很双标，就是他说话的时候呢我插嘴他接着说，我妈说话的时候呢我插嘴他就说让我说我爸不看公演，我刚出道的时候他俩会看一看什么的，后来就毫无兴趣。他我妈说太尬了，他要把就是我要把他尬死了，他就觉得没必要看，就是眼不见心不烦他就这么直接。完了之后呢有时候他看到就是有人会上传 MC， 他就说哎呀这次讲的不错嘛，然后就拿去给我外婆看对啊反正我妈看那种舞蹈型舞蹈什么的她也看不懂，她就会觉得我跳舞已经非常不错了我妈啊不是我自己说，她说妈妈好崇拜你，就我妈经常会说崇拜这个词，她说你教教我呢怎么跳啊，然后她就叫她是这样跳啊然后我就说不是的，我教她她也不会。对，我妈滤镜太厚了，但是她对我 MC 上面滤镜就是还挺薄的，就是没啥滤镜关于 MC， 但是关于舞蹈啊什么的她就觉得哇怎么怎么样好不错啊什么什么都是你想的吗，哇就这样。我爸从来不看，偶尔让他看一下吧，就是我妈逼他看，蛮好的。就是我爸的眼神是这样子，其实他也挺为我骄傲的，但是呢他的眼睛就看东西就喜欢这样看，完了之后然后就是其实他在笑你们知道吗，他在笑谢谢愿望，他就这样蛮好的就是我爸就这个表情所以我看电视的时候我有时候看太认真了我也会这样看，跟我爸学的。对，就是老喜欢这样子，嘴角就是稍微上扬一下，差不多了。但是我爸有时候凶我的时候，眼神又很犀利，就是非常凶。就是以前我要是在家里玩，然后突然接到一个奇奇怪怪的电话，我就有点紧张。就是像以前同学会给我打电话嘛，但是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小秘密什么的，然后我爸就开始了这样。就是这种眼神就很凶很凶，我学不出来，我就是他那个眼神是真的一下唰的一下就变犀利了。我刚刚看有点像瞪人，但是我爸那个凝视真的是蛮可怕的。我学一下。哎，算了算了，不行不行，学不出他那个精髓，学不到位。不行不行不行没那味但是我的眼神可以做到非常无神，
就是我有时候很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眼神很无神，就是 在就是我就对对会失去灵魂。也不算放空吧，就是怎么讲呢，就不是很想看看别人，就是我眼神就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做到目中无人。不好意思啊，有点稍微有点中二。就是非常的冷酷。所以说平时我要是不开心了，我就是这个表情。这样就显得我很不好惹。谢谢姻缘宝。整个人都黑化了呢。很呆吗？其实我以前发神经的时候真的有改过那种 ID， 就是把自己微信名改成什么什么什么括号已黑化。但是我当时改完的时候并不是觉得好笑我才改的，我是真的觉得自己要黑化了我才改的。真的，我真的改过。像有些人就是括号已黑化是觉得很有意思嘛，但是我就不是了，我真的是怎么讲呢，发自内心的不快乐。对啊，是挺小学生的。然后再把头像啊、背景啊什么都换成黑色，整个人都黑化了呢。我有一段时间心情特别差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换成黑色的，比如说手机壳，然后手机屏幕，然后就手机背景会换成黑的，完了之后头像也是黑的，背景也是黑的，什么都是黑的。就是黑到连微信里面都是黑的。啊，看得清字吗？看得清啊，就什么都是黑的。你没干过这种事情吗？难道只有我吗？看还是有的，但我现在就不会改了，我现在头像都不怎么换。像有时候比如说看到谁头像是黑的，就知道哎呦这人最近不太开心，就是这样。然后我妈就会说老师说，就说会说我，说我为什么老是要把自己的不开心表现出来，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在不开心。然后就是我就从来不发朋友圈，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我都放在心里。对啊，确实我就跟他说一直放在心里不好，他就喜欢就是拉踩我，完了抬高自己，知道吗？他就老是这样子。他说：“你妈妈，我从来不发朋友圈的，甚至我把朋友圈都删光了。我有时候看到有些谁谁谁发朋友圈，真的没必要。你一发，妈妈觉得你特别傻。真的，经常这么跟我说。我就说你不懂我，我说。”我给你讲了，你也不听我，那我去哪发现呢？那我只能就发朋友圈了。然后我妈就说：“
妈妈怎么不懂你？你跟我说都是一些小事，都是可以解决的。我说但是当下的时候，如果你要教育我的话，我会更加烦，就是更加觉得我跟你没什么话好说，是不是？有时候就是心态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就会说好的，那我错了。他就说以后我们就是互相理解，就反正就是大概这样子的意思，很好笑。对，就是你想得到的其实是安慰，但是呢你有些道理其实你也懂，只不过是就是烦躁然后钻牛角尖。然后我就是父母的话就会觉得这有什么，这些都是小事。而且我妈会经常这么说，她说你经历的都是些什么呀，你看看你妈从年纪轻轻的，从就是你该经历的我都经历过了，我现在是教你什么什么，就站得很高的角度来告诉你，但是其实就是还跟小孩一样那种。但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思想了，完了之后这样说的话，对。但你妈永远不会道歉。那怎么说怎么办呢？互相理解吧。对，我觉得就是很多妈妈都会这样说吧。对，同款嘛。您是不是有什么疾病？有一条弹幕，建议你对号入座一下，懒得拉黑你。这个是果蔬汁，刚刚是怎么叫？不是肚子叫的。但是呢，我想说，我妈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她还是为你好嘛，只是方式不对。什么铁质啊？不会，对啊。妈妈现在会看直播吗？我妈刚给我发完一条消息，早点休息。完了之后，我就开直播了。幸好我妈没口袋房间，不然到时候早点休息。上面弹了一条消息，王 SH48 王毅正打开直播，上面写了一个嗨。我妈是不会有的，我知道她没有。他有也是以前了，他换手机了，他就不知道怎么下载。我爸妈都没有这些东西。我妈之前刚了解的时候，拿我爸的账号绑定了一个账号，然后给我送了10个鸡腿。怎么才10个？好像当时下载口袋四八就是新账号，就总共就有10个吧。5个？哦，那就是5个。对啊，没花钱。啊对，就是，哦，现在没了。当然不会充了，我爸妈就不会充，而且也不会浪费这个钱，直接给我打钱不香吗？谢谢一人吧。那你可能是太新了。什么叫弟弟呢？谢谢奶茶。
老用小号送礼物，那不一样，就是一个是父母送给我，一个是我送给别人，然后别人会谢谢我，然后就很好，就很有意思啊，就送成员很有意思啊。谢谢巧克力。忘了，我忘了我给什么成哪些成员送过了，谢谢巧克力。哎呦，要一点了，要不再过一点一会儿我就关了吧，因为今天蛮久的，不是蛮久，蛮晚的。哒哒哒哒哒，那个浩瀚宇宙，哎，说实话，这个名字当时我真的是随意取的，就蛮土，因为没点多久了。谢谢应援宝。嗯，对的。谢谢奶茶。哒哒哒哒哒。哦，周末哦，那周末那没关系。谢谢应援宝。噔噔噔噔噔噔，外面没到，外卖还没有到。我明天不用早起啊，正常的点醒来就好。然后，但是明天想要去上课。咿呀咿啦咿啦哆，哒哒哒哒哒西呀。明天应该不会上声乐课，因为他说说明天是周末，应该比较难约。明天去跳舞吧。谢谢应援宝。脖子今天好一点了，就是没什么太大感觉，但还是有点感觉，就是讲不上来就可以。明天的 MV dance 的特别难，跳 Blackpink 好像是跳 Blackpink 的那个之前出道前的那个舞，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也是不会发视频了，而且我觉得我学完了应该也会很痛，不是？噔噔噔噔噔哒。哒哒哒哒，嗯，好像是这个，好像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嗯嗯嗯嗯嗯。蓝色真的好显黑啊，是吧？这样显得我这个人好黑啊。我只是单纯说蓝色显黑。哦，对，浅蓝色显黑，深蓝色显白，是真的。我今天发现我的头发其实长得蛮长的，在这儿，在这儿。但是呢，我的头发是那种像类似于我那天说的打薄的那种，在这儿，应该像一个帽子一样。如果我把头发拆了的话，当然不会想要剪短了。我都这样了，我还剪短？谢谢奶茶。我是这辈子都不会再剪短发的人，如果真要剪的话应该会剪得非常短。谢谢奶茶。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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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不是啊，就是就是那种头。以后吧，以后。我在团我是不会剪短发的。不是。我只是可说可能啦，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剪短发的。ダメダメダメよ。茄子头入坑，可能真的就只有你吧。我那个茄子头就是，怎么说呢？我这个头，那个茄子头，感觉不是一般的人能欣赏得来的。既然你们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入坑的话，那你们就不是一般人。还有就是怎么讲呢，跟我是一个审美的。只是刚染出来的时候是真的有点夸张啊，但是呢在舞台上面其实还好，是吧？然后后来褪色了也很好看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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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跳的这个歌。噔噔噔噔噔，我就对这个动作有印象了，别的我都不记得。因为我那个时候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动作很帅，就是甩手很帅。但是我当时跳的时候好像又没跳好，我当时还是拉票，今年拉票我一定要好好拉。去年拉票的时候，那个控台就给我切错镜头了，我本来是就是那个手就是要把它，反正就是切错了，它就是还没到那个点，完了之后呢，它就给我切到了，就是把反正就是那个效果呢就降低了，我真的很记仇。所以我今年一定要好好搞，一定要盯着它，一定要盯着。对，那个精髓就在那里，我说，然后结果小小的翻车了。别空着，你说的有道理。那我就拍一个日剧跑，一直在奔跑。因为你们不觉得吗？就是那种励志的，或者是干嘛的，反正就必须奔跑，就越跑就跑到人心里去了。因为日本打车太贵了。是哦。800米跑多少秒？我以前跑800米都是，中后吧。我还挺讲实话的，因为就是怎么讲呢？我一般跑800米就是先会往前冲，你知道吗？我会先冲到第一个，第一圈我都是第一个，然后跑到后面我就不行。就是其实一般都是慢慢跑，然后最后冲嘛，一般都是这样。反正我是。怎么讲呢？
对，对啊，你前面上就够了，反正只是800米嘛。其实我很久没跑步了，但有时候去迪士尼啊什么的，偶尔跑一下，我发现自己跑得还挺快的。就是我能跑过郝静怡，之前就是我们在迪士尼跑步的时候，对啊，就是很快乐啊，冲，带瞎呼，而且我跑到后面这个腿仿佛是我自己的腿了，就很有，就怎么讲呢，就是，就是。他自己会动，谢谢奶茶。再加上迪士尼有时候它的那个路是这样有坡的嘛，跑下坡的时候真的停不下来。如果明年不是今年那么花里胡哨单纯跑步的话，我应该会考虑报的。我不喜欢什么这搞这种花里胡哨的，什么双人先跑，跑完了再单人再转两圈，转三圈，转完了之后再接着跑，就是我觉得很危险。你看今年就有人摔跤了吧？好像是有吧？你单跑不行吗？对吧？每年都有摔跤的，对，虽然说整活，但我没说，不应该对，什么也没说，没说什么也，我们运动会办得非常的不错，太喜欢了，希望明年也是这个样子。对，重在参与，就是娱乐嘛，本来我们也不是什么专业的，但是我明年我应该是不会报什么拔河什么的，谢谢应援棒。不能再报拔河了，老是报拔河，人都要拔没了。真的，而且大家都长身体长得很快，完了之后呢，我们队还是这么还是这样，每个人都细细的，也没有说别的队是这那个，就是。感觉别的队力气比我们大很多，我们队好像就是 H 队好像都拔不过别人，到时候人家锻炼了一整年，就每个人都很厉害，我们还去拔河，然后秒没。多吃牛肉，假瓜，让你看看。我觉得大家手都，我们队就是大家手好像都没啥力气，但是跳舞又挺有力气的，除了我。但是我觉得我还缺点力气，就是怎么讲呢？像我妈老说我跳舞，她还是会有点没滤镜，就是没滤镜。哎呦，外卖到了！哎呦呦，哎呦呦，没事儿，过一会儿吧。反正那个周诗雨还没练舞回。
哒哒哒哒哒。其实我稍微有点肌肉吧，但是我又不好意思给你们看，因为没必要，哈哈，嗓子有点不舒服。哎呦，我们这个脚好长哦，像个长颈鹿，像个袋鼠。哎，不是长颈鹿，像个袋鼠。过来，哟，过来，过来，再叫一个，再叫一个，哎呦，不叫了，给我个面子好不好？不给了，过来，丢丢过来，过来，我宠宠你，好不好？不过来，他离我有点远，睡着了，想睡觉，他在那个盒子上面睡觉了。我们啾啾老是在一些奇奇怪怪的盒子上面睡觉。哎呦呦呦呦，丢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吃好吃的，不理我，有一个是真的，丢丢，完全不理我，哟，可以，啊。嗯，丢丢，哎呦呦呦呦，伸个懒腰过来了，哎呦呦呦，这个懒腰伸的，怎么又坐下了？不是过来了吗？过来，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想抱抱了是吧？等着我过来呢，是吧？还在直播？你点了吗？你的外卖到了吗？到了。我的也到了。你先去洗澡。啊？你还先去洗澡？你不是在直播吗？嗯，没事。干嘛？羡慕吧，我们丢丢自己主动的。救命啊！救命啊！他刚自己哼哼过来的。热死了。我没有抓他啊，他自己走过来，走靠近了我才能抓到他。别露脸，别露脸，刚刚那样，我还要被别人截崩图。你穿的是不是我的？是吗？啊，对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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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砰啪，有人在厕所装空调。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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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们知道有种鸡吗？就是那个鸡的头。就是你这样移，那个鸡的头是不会动的，你们知道吗？我们丢丢不行。这毛巾呢？什么毛巾？擦头发。在你这
枕边上吗？没有啊。啊？你自己放哪了？不会也被洗了吧？哎呦，好可爱哦！哎，今天可以跳夜行黑吗？ Oh baby， 放心放心放心，我和你跳心，认真把心交给了你，和你和你和你绝对没有秘密，那披霜只是蜂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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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跳完，跳完这一段。噔噔噔噔噔噔，哎。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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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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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很棒，我说洗澡，谢谢西之界送的皇冠呀，舅舅说谢谢康萨米达，什么阿里嘎多，很棒，谢谢，本来想说个泰语的，泰语的谢谢怎么说，很棒，哦，卡昆卡，卡昆卡，哎，这里面有一个毛巾啊，干什么？吓死我！这里面有个毛巾，你去拿下，但是没拆过。在哪？在这个里面。日语是阿里嘎多，我知道日语，我肯定知道。嗯，我还会日式英语的 ，Thank you 呢。就是我之前看那种日本动画动漫嘛，他老是，什么什么东西，某某某某 ，Thank you 呢？还有什么？拜拜。人家拜拜就拜拜，他说拜拜拜叫什么拜拜，哦拜拜，你忘了我昨天也是吗？我天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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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好长的名字哦，谢谢 C U M U L O N I N， 太长了，后面看不到了，谢谢，你送的什么？忘记了，念完了，忘记了，权杖，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哈哈哈，念完就忘，没错。公演好的呢。噔噔噔噔噔噔。扎奶茶的声音？哦，不是不是。喜欢我这个性格，谢谢你。丢丢，丢丢，喜欢我的项链，摘下来给你。打喷嚏了，刚刚我们宝宝。丢丢不像某猫，就是不像坨坨，你跟他对视，坨坨就会过来，像他就不是，你跟他对视，他就这样，突然觉得丢坨坨好好，你一跟他对视，他就就过来了。就是他对视完的时候，他会哼哼。谢谢英文宝，谢谢
又去又喝水去了。你们太容易出坑了吧，救命啊。谢谢 CUMULONIM 送的皇冠，谢谢谢谢你，谢谢。我不能老是这样，我发现这样子很像望远镜。感恩的心，我幼儿园的舞我都会，我都记得，就是感恩的心，因为我从来没跳对过，我只记得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把我一生，我就记得这些动作，就是我们幼儿园老师真的也一定要放在这个地方。谢谢奶茶，谢谢垃圾猫送的皇冠，感恩。谢谢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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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对，我幼儿园就是就记得这一段了。加油，新的位置好低，那你要高到哪里去？高吗？我之前回家的时候还教家里的小孩摇花手，就是他们不会摇，然后我还教我就是家里就是我表姐摇什么的。对啊，之前是有某个成员教我的。要这样，然后这样，然后这样子转，然后一直这样转转转转就好。摇快点能飞起来。啊，谁教我的你猜。没有如果。不是不是不是，很久之前的成员了，别掉了 OK。项链链接，我怎么发？我点的是，忘了，点的炒菜。对啊，我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项链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都不记得我买过这个项链。而且我今天我买了挺多的东西嘛，然后我没有那种项链的，就是装首饰的东西。完了，我的项链坨在一坨，只有它一个完好无损，然后我就戴了这个。哒哒哒哒。我就是这么个随便的人，脖子好细，脖子不一般都这么粗，都这么那个吗？都这个粗细吗？没有脖子，
我没有在凡尔赛，我真的觉得，你看我们成员都是，就是都有脖子啊，没脖子你怎么？朋友，你还好吗？你没脖子。多多少少还是要有一点的，好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滑头鬼之孙》，里面有一个叫手无，就是他是真没脖子，他头是飘在上面。熊大，给我梗到了，我最近老是被一些话给梗到，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到35分跟你们拜拜好吗？Ice cream, chin chin chin. 噔噔噔噔噔噔。40也行，那就40吧。这明天还要上班，好惨。加油哦，赶紧睡吧。还行。还拿50吧，2点吧。我没有这么说，我没有这么说。对啊，砍价呢。谢谢巧克力，这首歌挺好听的。爱我去的快，哎呦，这个拖这个丢丢，刚差点叫他拖拖，这个丢丢跟个奶奶似的。好静怡冲不过来了，好静怡，没有，本来想叫他拖拖，然后拖拖拖丢丢，好静怡已经入睡了，对，我知道他们去二人世界，怎么说呢？他们俩叫什么呢？他们俩应该叫……有人给他们起名字吗？好情，算了，还是不起名字吧。同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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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一个晴天，嗯，哎，拖拖拉拉，拉拉是谁？怎么奇奇怪怪？我是不是又被钓鱼了？朋友们，信任是一下子就被推翻了，我们的小船一下子就倒了。公爷还说过，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我嗯。为什么要叫林拉拉呀？是因为是天线宝宝里面的那个拉拉吗？哦 ，QQ 弹弹哈拉斯，哦，那为什么不叫林 QQ， 也不叫林弹弹，一定要叫林拉拉呢？林 QQ 也很好听啊。哦，原来是这样啊，也是蛮巧的。什么巧？我手真巧，哦，你手真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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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抠过这个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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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公演的人都知道。可是为什么要你手真巧？巧在哪里？因为歌词啊。我以为呢，我没什么以为啊，我没懂，哎呦，真是不懂，就是应和一下，假装很懂，没办法，这个就职业嘛，要是不懂了就被大家看不起，多那个呀，哎，都没多丢面子。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就是这直播间蛮多渔夫的，哎，以后都要动脑子跟你们说话了。那我也不知道喽，大家都假装不知道喽，都装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对啊，公演回来是不可能早睡的。
21号，不知道哎。但是最近没时间回家呀，因为我一般回家都会回蛮久的，就是怎么着也要3天吧。你说我就回一天，夸的一下就回来了，会被家里人说。嗯。他们就会觉得啊，你就回来这么一会儿，你还回来干嘛？别回来了，就会这样子。对，忙完了，我觉得我也可能要到6月之后才回了，因为我还要拍证件。嗯，要好好想怎么拍了。我们今年证件就是还是跟去年一样，不能搞一些别的，就是在棚里面拍。我还有特地去问一下能不能拍什么样的，嗯，就是说不太行，所以也搞，就是怎么讲呢？对，只能正经拍。嗯，对，就是不能拍这些，有这些。新公演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你们知道多少，那我也就知道多少，反正就是这样。我还准备不正经的吗？什么叫，嗯？你们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谢谢巧克力。什么叫我知道的？你怎么知道我知道呢？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到点了？好了，拜拜。我就喜欢绕口令。拜拜，渔夫们。收竿了，可以收竿了，早点睡觉吧。拜拜，晚安，晚安，晚安，好了，我挂了啊。